最后一个，我们前两个都给你们看过了，最后一个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！然后其实他这个交易所可以看别人的那个库存有什么？啊，我先给你们看玩家了。哇塞，这个182人物改的太不像了。我最近想选空中击飞，等下试看看。就是空中，我都不知道球在哪，就还没来不及，气死我了！哼，哇，绿色武器。就想看人家开技能呢。哦，这一把，这把算稀有吗？我觉得我每个都来看一下好了。哦，这个很稀有，这个很稀有。我再搭配上他的时装。诶，他挂嘞！这个是什么武器？